在这个武术团跟韵律操的这个节目上，其实就是让武术团能够配合不同的团体去呈现一些不一样的节目。以往武术团都是只是光武术团的团员在表演都觉得很枯燥，这次加入了韵律操的那个元素，可能会跟武术团有不同的火花这样子的。那么以一个小型舞剧来展现的话，我觉得会比较新鲜的做法。节目的内容也不算是太新鲜，也是说朝着我们那个地球四个元素风水火跟土的元素。那么这些一般在电影上或者是在那个戏剧里面我们都会有看到。那么只是说这次能够用这个不同的元素来展现各团的那些团员他们自己的那个技术啊，还有各方面的东西。希望这个舞剧能够在这次的晚会里面呈现一个不一样的表演，或者是让观众留下一个不同的印象。谢谢。我们知道第一次要跟武术团合作的时候，觉得非常的惊讶。然后也是跟团员们讲的时候，就他们就有一点就是兴奋，然后紧张，然后就很期待这一次合作的结果。我觉得这一次的合作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让我们的团员学习到不一样的东西。然后过以往都是武术团都是单独表演，然后经过那么多年单独表演过后，这样也是觉得我们会让观众看到就是有点枯燥乏味，所以借由这次的表演让观众看到有点不一样的惊喜。还有我们要谢谢武术组教练因为他们帮我们排练很多那些表演的动作，然后也谢谢教练给我们50多位团员，就韵律操团员还有武术的团员一个机会演绎这样一个小型舞台剧。Thank you， 谢谢。